嗨，欣怡。Hello。还记得你当初是为了准备大学的备审资料来准备多益的？对，当初我上了半年的课程，后来顺利在多益获得990分，也因为多益满分的加持考上台大。平常休闲的时候，我喜欢跳舞跟做甜点。现在有了良好的英文能力，我还想要出国当交换生，真的很厉害耶！听说你有想要对老师说的话，来吧，宝贝，不要害羞。Thank you for making all our lessons easy and fun.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attending your classes. The topics you let us discuss during classes were always interesting and also useful. For example, like the compound interest. Thank you for creating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us to learn.And you inspired us to express our own opinions and thoughts. 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你是如何考到满分的呢？首先，当然是要谢谢你咯。谢谢你总是细心的帮我规划课程，除了按照我本身的程度之外，也配合我上课时间，才可以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准备多益考试。没错，我们希望同学都能上到符合自己真正程度的课程。上课前我们都会有程度分班。像我一开始测出来是口说的部分偏弱，所以我除了多益课程之外，也有加选绘画课程。那最后口说也进步了不少。时代国际的选课系统非常的便利、弹性，不会浪费学生的权益，对吧，欣怡？你这样上完课，英文是明显感受到差异。当然，时代的老师都非常专业。对多益很有研究，课堂补充的重点都是切合多益的考点，而且也常常分享自己实际去考多益的经验。另外，在课堂结束后也常常留下来回答学生的问题。是什么特有的考题？可以举例一下吗？听力题里面某一个选项有一个词，它发音跟刚刚题干里念到的某一个词很像，那通常都是拿来误导你的。没错。就是这种小知识，老师就会很特别去补充。是的，时代国际在师资挑选上，教务部门有完善的评选机制，除了试教外，在职前培训上也下了一番功夫，不定期随堂评鉴，与老师进行交流、研讨会等等，为学员层层把关。回到多益这项考试，你觉得最推荐时代国际的是？我觉得时代每个月有提供免费的模拟考，仿真度很高，让我比其他人更加熟悉多益考试的状况。是的，我们时代国际就是尽所能的去提供同学最好的服务，顾问、师资、模考，每个环节我们都用心把关，让同学能专心上课，考取理想的分数。时代国际赞！